好成熟呀，我有点受不了。我已经开了，有点太成熟了。哎呀，感觉我好成熟啊，今天我有点受不了。横着播，长得好成熟，我有点受不了。哦，又堵麦了，那怎么办嘛？好成熟，有点受不了。主要是我穿这个裤子，我就觉得很像那种白领。然后穿个衬衣，然后又是波浪，我有点受不了。嗯。就是有点沉。你们说我今天的妆好看还是昨天的？这个就要自然一点。算了，说不出。昨天就要帅一点，明天呢？你是会说话的。我看一下我横过的。好吧，好成熟呀。有没有同感？杨若曦这直播真的很好看，我以后都在她这直播。哼。交房租行不行？出去！你把我当成一只猫吧。你比猫难养多了，好吗？嗨！哎呀，最近有点喜欢这个横屏直播的。是不是还可以？有点看不惯。是不是？但是这样就有点远。什么？哎呀，这个这样子呢？嗯，今天的妆是比较那种一点的，就是没有那么暗黑。今天用的是比较偏粉的，你们看出来了。我之前都不会用这个颜色。无人知道我在台上有多么紧张，生怕就是不好看。谢谢。好吧，我要整理一下。你的音乐播哪去了？不好意思，播半天，播了一个空气，嘟嘟嘟。因为我还没看录播，我不知道，我怕它太丑。好。因为本来想昨天。做这个头发，我本来还想说，可能会回吧，会有风。如果没回，你就哭一点，就把翻牌撤回再发一次。对，真的是，而且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头发长长了一些的原因。说实话，而且是我自己头发长长了一些的原因，再加上接的，就会真的是显得多一点。真的是以前就，主要是昨天知道有谁说我像长发剃，整得我今天，我每一秒都觉得自己像个剃。感觉是双马尾，真的要睡不着了。你看我这一根头发，我这个刘海的时候都是脑壳在。其实我觉得今天很丑的，因为我今天妆没化完就上去，然后我的睫毛都没弄好，然后就很难受。我很担心大学。随便这首歌很好听。其
实我觉得这首歌的风格好像我们公司的一个成员的歌的风格。主要今天我应该是今天好的烂奇的歌呀，就是今天也是人家的尝试一些的歌。昨天我去推荐了差不多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像我们公司一个成员的歌的那种感觉很像？对呀，就是说这个是最纯，它别反了。这正面看不清，只有背过来才看不清。它是这样子的，它真的是这样放在后面的。一般吧。唱一首歌，唱这个可不可以？然后就整的有点。我还真的是翻了很久这个。歌唱听不懂。这个现在。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。任性的要求你从零。哎，这好难呀。谢谢你，我一直说不出口。请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，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。长长久久不能腻在一起，这是谁说的归的一起。哦，唱错词了。牵着道理，牵着我的手，一起到黎明。傻傻的看着我，说你有多爱我，这感觉已足够。牵我的手，我知道你会带着我向前走。我不需要天长地久的承诺，只要你每天都想着我，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不嫌太多。跟着我走，双脚踩在沙滩上迎着感动。我不需要海枯石烂的温柔，只要你每天都属于我，真心呵护我，保护着爱你的我。是这首歌比较甜。就是这个打开的那一下，其实就是打开的定在那。然后实际是我卷他，他说我还做了三个问题。这前面我都要说这首歌，都会错。我下周绝对不错。我那些好好的马卡。这首歌叫《浪漫爱》，谢谢放空大奖夜夜。我就是很紧张，真的很紧张。主要是感觉今天这种歌真的还挺搭配的。牵着我的手，一起到黎明。知道我以前真是个说你有多爱我，这感觉已足够。牵我的手，我知道你会带着我向前走。天哪，你不要再来做天夜景。好吧，还行。哦，这后面是什么？我说怎么还有一个这么潮流的背景？就可以看是一个床单。床单，因为下雨了，学别的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一个装饰的布。它是怎么挂的？感觉我知道。真的，我说怎么还有那种横条纹？他现在拍给我，他说：“你看我厉害吧？”我还想了很久，这是哪里？然后发现是我的柜子。听道理，牵着我的手，一起到黎明。不会唱，我也不知道是床单。哎呀，我算了，谢谢。
谢谢翠翠十二点荧光卡，视频单台，然后拍个抖音什么的。但是我自己拍照吧。谢谢可爱多顶光海。真的，我一跳华贵的舞，就是我练了之后，我的腿就会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看情况吧，我也很喜欢比较 emo 的。而且我今天带了一个灰色的美瞳。我拍我的美瞳。做我的跟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，我愿意我也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。我发现最近潮流就是穿那种牛仔的，生在一起就是你自己会发现大多的情况的，而且你买了一件上次我买的，上次我也买了，这个我好，我也喜欢那种。就是爱你爱，天大脑还说他买了一件，我说别买这个，我说别买这个，我说大家别花钱买衣服。对，就是爱你爱着你，就是爱你，好吗？这首歌，这首歌叫就是爱你。这个片子，这个是声带片，对，真的很复杂，这个头发，所以姐姐投诉我了，她说呵呵，我答应了她，是歌名。我要上课过来。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什么说。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跟我翅膀，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。其实我不会唱这首歌，因为它刚才这个灯下面好看，因为它变成了新大陆，我又觉得好油啊。你不要这个灯了，那给我。怎么开呀、啊？请记得我有多么，有点太亮了。就是爱你爱着你，别打我。就是爱你爱着你，白一点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光好好呀！但不知道会拍什么样子，所以准备到时候去看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要住在这儿了，真住在羊肉席这儿。干嘛该呢？啊！有啊，你叫哇！好，马上交，可以，马上在。你买一首够分的吗？我只有配套服务，快点。有点过分了吧？白票是分钱不出，好吗？我还是可会出。你这是你觉得自己出了一块钱就有理有据的白票？好吧。真的吗？因为我没有那个，他这没有多的支架。你靠在这个上面啊，他是平靠。他们说我堵麦了。我竟然让这个房间抓到了他。这样呢？因为我一直没抓到过他，他总是也这样的。看到我就跑，一看到我就跑。我也想当主。给我一个毯子好吗？你们可以蹭一下他对我说的，你们可以就是带入他，你们可以蹭一下好吗？就我朝这边讲的，你们把自己放在，你们把手机放在你们这边，然后对着我，然后他会感觉我在说，我是镜子好干净的对，你把那个音频和他的脸，对吧？我也没说张润的名字。
一人面前男人就可以五张认识，就自己的认是不是也叫认呢？军口，军口酱。啊！军口什么？盖里纳塞。别！有点受不了了，脸红了。真好逗呀，张瑞。我。但是找不到第二个比张瑞还好逗的人，他比我逗狗还有意思。你是不是有病？哇，看我都可以随便撩头发，羡慕吧？真是有点羡慕。我在这儿还在纠结我的发际线粉打到哪。哎呀，不需要打发际线粉。哎呀，都不用洗头了。以前打发际线粉还必须得洗，立刻洗头。出去。马上，门离你不远。不行。我们打一架，照亮的是这个家里的其他生命。这样是不是好一点？露出耳朵好一点，还是像刚刚那样？你挡一挡，它过去。哦。哎，不能叫他前辈先植发吧，等我先植发了。这样好。我也得教你一下。还是这样好。还是这样。我也觉得能够这样不切留好人真的好令人羡慕。还是这样。每秒都还要担心一下自己的头发，下辈子留头像。我没有什么要求，我只想我的头发长到我打开就感觉有点消肿，差不多一直是直的一直，应该不会很什么意思。真的有一点想要一个没有那么肿了，是不是？我这样真的好像那种超 rap 的感觉，长的头发一条一条的，像那种一只耳朵。真发现要洗有这么大的糟了，我一开始弄头发我就会停不下来了。这样呢，给你们看我的口罩都是牛仔风，好不好看？看是不是很酷，是不是好看吧？反正我也，因为我真的不太听 rap。看我的耳朵，其实也不是折耳了，只是它缺了一块而已。所以在我昨天才知道，在他学第一首 rap 的时候，我的世界都跟着他一起说。我刚还在感叹这首歌竟然就是我没有 rap， 结果别说行吗？还是我把 rap 唱了。真的不唱 rap， 我是 reader， rap 真的是为难我了。我只会唱淡黄的长裙，不准说。我个人觉得 Mad World 这首歌最出彩的那个，我有点不想带了。不是为了让我助演，不让我自己。因为那个夹的，我觉得好麻烦，我是会弄丢。好吧，那就把我的耳朵露出。所以没有人会在自己的测试环境里展示自己不擅长的东西。我真要是唱这玩意儿，我想唱个 rap， 我觉得我可以把台下所有人都唱笑了。主要是那个 rap 你知道吧，我的嘴甚至都跟不上，就我的嘴跟上了我的脑子都跟不上，我感觉我的脑子根本没办法这么快速。是不是我短发和长发，长发完全是两个人？有没有同感？所以唱 rap 这个事再给点时间吧。谢谢转角微笑的叶姐。说不定哪天就是一开窍了就会唱了。所以你们更喜欢长发还是短发呢？但是两个风格都还行吧。高音我也不太懂，确实我是废物，我唱不了，我也跳不好，烦死了。我就要问，呵呵。看看谁那么不会说话，在我长发的时候说短发，在我短发的时候说长发。我
呵呵。这只是一个钓鱼，懂吗？还真有这样子的人，没有情商。呵呵，我发现脸在这边是被拉宽了，不管在边角的地方拍照就很适合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边角的脸会被这样子。你要过去对吧？哎，凭什么就要喜欢长发？行不行？短发的时候再说喜欢短发，行吗？是啊。接下你的口红。我没再好好用力，好吗？见你的腮红。你要的东西好多，我是不是不知道在哪边翻出去？见一下杨若溪，这是见不了。哎呀，这样可以撑在这儿。他笑什么？借一下不行吗？给你了已经。我说借一下羊肉吸都不行。我说借你。哦，现在刘丽菲很喜欢做个动作，她每次把她手伸过来，就是叫我把我的脸放在她手上。给她捏捏是吧？对。刘丽菲。当然就是来白嫖了，她脾气被你吐了。我只是在这儿想来做客一下。他说我没有要入住，我只是每天有24小时都想找你玩而已。不是，他就是叫我把脸放上去。有一遍天天都夸我太可爱了，哎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没错，可以说。脸皮已经变厚了，突然不反驳了，我都是不好意思了。哇，原来会这样子，以后他们夸我，我就这样子，然后不好意思的是他们。你习惯了，你每次都会不好意思，然后反驳。你现在开始不反驳，我不觉得不好意思说你了。所以我就是要让你们不好意思。我找到了一些让我们不好意思学会。哎，这是修容还是什么？结果我一修脸上可以三分钟。发三粉，你就发三粉。嗯，9.9包月，我去，那张润得开心，现在马上给我开个一年。我给你20吧。你打。9.9实在有点少了，我觉得还是20刚刚。你有脸说得出来给我20？20，给你付个电费吧。电费够吗？你都知道电费都不够，你还付个20给我？呵呵，自己明明都知道，磕的。哦，确实。大家白嫖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白嫖不好意思？但是说出来的话就是忍。哎呀，白嫖，开心的。有没有纸呀？哎，算了，我不能打扰你。我都不知道纸在哪。不然我就不退输。好的，我不会再和你说话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没在说什么用的。换一个情况，是不是得病？就要听。挺好啊。刚刚你开门，我去帮，我帮他开，我要从这坐着，帮他开门。谢谢。另外的项目，你光海椰饼。我给他一把钥匙已经很不错了，让我去帮他开门，我去，希望从这招呢去帮他开门。又是多少次了，准备为失恋伤心。好，我们播到耶，故事中总有一对可爱美女，喜欢围绕在本属于我的领地，像朵野花的我无法住进你的眼里。为什么是火呀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到世界中心，太高，20块这一张，太高了，不想唱。你怎么不说你白嫖了？我俩睡觉唱。
这首歌是《爱的幸运曲七》，是很好听，很可爱。我刚才是乌鸦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加班跳歌呢？下班了还要听这首？是随机播放的。现在我们也在上班，所以也不参加班了。这怎么能叫上班呢？这是在和粉丝友好沟通，这是什么表情？这是在和粉丝和大家交流感情，怎么能说是在上班？你这个人真的是，是我不对，我不懂大家道事儿了，真的是不懂事儿。天哪，张瑞骂我不懂事儿，张瑞都能骂我不懂事儿了，是，他最好是有这个节目，我这演我，我讲，呵呵。呵呵，演我张瑞，我可是你最爱他的人，你说我最爱你，可以吗？也可以，他这个节目我受不了。呵呵，因为我实在是，他最爱我呀，所以说明他刚刚说那些话都是骗大家的。没有，好的，你写一下。其实我最爱的是爱我的吐了大家啊，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大家都打问号了好吗？好的，你们知道不是我，还是应该把公司交给我保管吗？那比如说，那爱粉丝，那要把我的公司交给粉丝保管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你所以，我跟粉丝是一样，我是你粉丝是吧？不是，那我今天还得给你送个什么？可以进来送个发电吗？我去，我在梦里给你送个发电。别送，直接转我无中间差价，好不好？我是粉丝啊，我不能直接转你。你脸，哎呀，我去，好吧，那你送也行。我去，说的好像我已经准备好要送你了一样。你对呀、啊。想听美了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呵呵。呵呵，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。多看看这个头发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做，因为主要是说的。但我真的发现我的，哎呀，这你又有点太火了。头发只有在这儿才有颜色。还真是抖音这个歌，好吧，那就不听这个，那就听这个。我还要教握手去，还是听这个烂俗的歌吧。请偶像，因为我要这样也还行吧，这样也还行不？确实好看，我不知道我平时直播这些直播我都先删一下，就留这一个就行。我自己染了，买了一个红色的染发的。在群里艾特一下大家，来看看今天的张润行吗？可能下一次直播就不长这样。笑死了！我要蹲下了。红色的不能晒太久了，差不多一个月凉了。真是被艾特来的呀，大家。
艾特来的那些人给我滚。上直播的时候不看，因为他们在我直播的时候自己不来，其实这也是一个钓鱼，因为他们在我直播的时候不来，他们根本不关心真正的我，他们只是收到了爱，为了要漂亮，呵呵，可以不来的。其实感觉东西就真的是，滚吧，别来。就是直播的时候不来，然后呢收到艾特说今天好看哦，进来看看，就是这个意思是吧，呵呵。然后呢你们不懂那种开盲盒的感觉吗？就是根本不知道今天长什么样，然后自己点进来，偏要艾特了才进来。珍惜当下，还难道是等着时间等你吗？不要总觉得明那还是每次都不一样的，比如说我上一次昨天就是刷，好热好热，真有点热，脱了呀。好，我脱一下衣服。干嘛呢？我真的好搞笑，我真的他好搞笑啊！对哈，这个妈妈神奇啊！好热呀！能不能给我们买一支鱼敲敲？没事，还是有这么长的距离。我这好肉麻呀！好，最后给大家唱一首歌吧，就四十。唱一个什么歌呢？38分了。唱一个什么？我思考。再多看两分钟，今天的辣妹我们就要下班了。这是另外的。因为我去，因为我准备去吃个串串，好吗？啊，这样才是吃的。如果回来还有时间，哎，算了，还是不开了。就是因为我要去吃饭了。你们一定会想让我多吃一点吧？不错，叔叔。好热呀，对，因为和杨若曦待在一起我就会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活泼一点。那好，那以后你都跟我待一起。是呀，所以我以为今天这个造型大家都很喜欢，结果来直播你们都不给我看了。对啊，我80斤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一直都80斤，我最瘦的时候应该是76斤，75斤，76斤，但是5斤之差会让我差别很大，就是我75、76的时候跟个骷髅一样，虽然现在也有一点，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这应该就是那种小基数减肥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不许，别去。我唱一个什么歌呢？By Two 的。
然后他说谢谢，一出来就看到芳芳的好，你看头上这个手，嘿哟，一句黑文字，谢谢地多小姐姐，谢谢软糖小熊奶，谢谢妈妈的奶，谢谢亲密。嗯，唱这个吧。我想说哟，一句黑文字。唱那个吧，哎呀，唱那个吧，唱那个。哎呀，我唱那个吧，我忘了。唱什么？哦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有点热，我还没想好我要唱什么。你看他像个人吗？他真的很像人，像大爷一样的看着。唱什么呢？而且这个手就是大概五斤，他应该有12斤的话，可能10斤。唱什么呢？干嘛像个人？我这个不会呀。等我学会了这首歌给大家唱。好吗？他像个胖大爷，主要是很喜欢他们家那个狗，哎，是真的很像。不行，因为已经41了，我们50再走。你这一秒一分一秒。因为我没想好唱什么歌，我想要唱首歌的。天哪，我刚刚一把开心了。哇，怎么说？对不起，小姐，你在练啥？故意让你。就是亲眼看见你少了一寸。好热。但是不能说歌名，只能说人，好吗？我去，你们来握手会玩。哎呦我去！什么烧的？45度知道摸到了什么烧是吗？只能说人。没有在钓鱼啊。我刚一拔，我以为是一小撮毛，结果我一低头这么多。我看看啊。都把我拔震惊了。有谁来着？我去，你们都是铜锣烧粉丝，没有我粉丝了是吧？真的没有人为我发声吗？有哪些人？没有人为杨若琪发声。这不是我的房间呀、啊！你说开就开，我说开就开。周杰伦，你有 QQ 音乐吗？有，还有。你有会员吗？没有，你给我充一个。登我的号行吗？你登啊。连 QQ 音乐会员都没有，一看就是不听周杰伦的人。确实，听也不会，听那几句就可以了。意犹未尽的感觉最让人难以释怀。有病啊！呵呵，这就是白嫖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白嫖是懂为自己找借口的，白嫖是这样的。东西只需要白嫖，别找借口。就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最让我怀念。呵呵。我只要这次不花钱，我就想着，哎呀，他还没收到我给他花的钱，下次再浅花一点，反正我就会开始期待下一次自己会不会给他花钱。呵呵，等一下，我要登录一下。当然说，叫我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算了，别谢，万一没有了，那对其他人，你还给我。其实你谢谢的是我。好，我们谢谢。好，我们准备不唱周杰伦，唱《快乐环岛》。我那时候抱着还挺热的。因为我发现这个跟那个大一团，像那种，我感觉我抱了一坨大肉饼在怀里。我其实我不爱，我真不爱，我只是他的歌还可以。周末一睁开眼睛，心情挺好。起床洗漱，选一件休闲外套。如果你的感冒还没完全好，猫飞了。哦，我骑单车。每天我们都在跟世界赛。哎呀，这个好低呀、啊！我感觉他的屁股有两个点。户外的空气，远离城市喧嚣，一层冰。对啊，是他们的。科技都会让你心、哎，算了，不唱这首歌。TF 是 TFBOYS。他打了我一脸的毛。要身体还是钞票？
为了你买哎，不行，我不能唱这首歌，我要唱《爱出发》。他是该结的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宝宝加油？正经唱，那有什么歌我可以正经唱？唱，我就看你什么时候能决定你要唱什么。爱出发，我就唱。我送他去跑步。在为难我，还是为难谁？对呀、啊，我唱完。怎么后面有什么新加值？我不碰它，我替它倒水。对的吗？不是激素失控的大脑快要爆炸，心速飙升那频率就是有够夸大，抵抗不能够轻易落下了啦，升温的大气压起波到了地方，这心动降临在了春天还是初夏。 Oh my god， 我的脸怎么都烧得没差，情况很糟糕，已经发现了吗？就快回的笑呢，可爱的掉渣，蹦蹦蹦气氛刚好，我想知道烫过你的嘴角什么味道。好高呀，特别祈祷天你别再吵掉，我有心跳。我去，小妞离开我的假唱一下，我真的感觉受不了，我吃东西。Every day 牵手在阳光下。太高了，我今天唱不上去。这可以。想你心里无法逃离，放弃的甚至明星，嘿、hey， 你在偷偷的靠近，难以控制要去吸引，趁着一颗脚会甚至在瞬间崩溃，有装无辜 Oh baby， 被释怀忘记后退，又好心情绝对不。你的笑和冰淇淋都很对，外地游园会就由我回味， You and me 其实很绝配，不想大脑又要蹲掉，怎么继续被你主导，陷入这心不着。哎呀好难呀、啊，好像在念经啊，算了算了，我最后认真唱一点，换一首歌，我准备真的换一首歌。喜欢所有会让我有感觉，因为他们的歌很可爱呀、啊。唱一二三木头人吧，就是你的名字叫的啥？可以出，不可，我们肯定不会五十出门，只是五十关。还两分钟就要下播了，家人们，再看一眼我的头发。唱这个吧。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，被爱的进度有些落后，视线抱住你也喜欢我，怎么会还无动于衷？气象报告天气很不错，太阳晒得我脸颊红红，我也很想跟你做朋友，祝你傻傻还不懂。我数一二三木头人，再不行动就要被扣分，我一直在等着脸红红烈烈的发生。我数一二三木头人，秘密安全的躲避相爱。凭什么这么高这个歌，成了勇敢的情话最动人。哇，刚好五十了，拜拜。我去，晚场真的很痛苦，我喜欢跳舞。拜拜。晚场就真的是。谢谢马一北提供马。拜拜。
羊肉羊肉西关我去过。不然我关了，他在那一直直。我听到你在骂我了，他说关你直说。没有，我没说。我说一二三，我的心动。不是，我在想一个问题。我昨天刷抖音，刷了一个人长得很好看，然后他唱歌巨难听，我当时很崩溃，我就在直播里我说其实可以不要唱，然后大家都在那说可以不用唱歌，闭嘴吧什么什么。我在想大家看我唱歌是不是也是这种感受。你们懂吗？就是我昨天才刷的，真的。因为我昨天也发了一个，我说其实可以不用唱。真的，我现在想到我唱的这么难听，大家肯定也是这种感觉。好啦，拜拜，娜美拜拜。杨若曦拜拜了，我也拜拜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我发现眼睛要看上面才是，你们应该才会觉得是在看，要不然看弹幕你们就是不是觉得我眼睛是在往下的，对吧？我这样子是不是就感觉是在对你们说话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拜拜拜拜拜拜。